冠军500万，职业化元年，2022乔氏杯正式台球大师赛，冠军奖金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，激情碰撞17载，大师赛体系焕新升级，甲级分站赛贯穿全年，冠军10万，四站超级分站赛冠军30万，32位大师赛签约球星携手国内外甲级分站赛佼佼者，剑指大师赛全球总决赛冠军500万，覆盖全年的联赛周期，中外球星汇聚中式台球最强阵容，竞逐中式台球最高荣耀。2022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10家中站，甲级分站赛7月12日至7月19日，超级分站赛7月20日至7月26日，球员锦标赛7月27日至8月2日，新赛季新升级，冠军500万等你来战，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